刚才喊你接电话，我多少年？咱钱是包包没有？没有去包包。那你不是个包子吗？画什么？画了做二姐给我们画的。妹妹会那个也画的。我的妈呀！好，先洗下手，吃包包。你们学我干什么？碗呀。要么也比碗大，是不是？这是碗吗？是盆。我拿一个，这么是大碗。我的比你大。阿妈，双十分喽！我们有客厅酿豆腐的话，生菜也是要备一些的，好吃。没得够吗？嗯，可以。啊？要水拿到去的，要去洗手。那我爷爷去，我替他去擦包豆腐。喂，你要什么呀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不吃饭就没有可乐吃了，拿可乐了。姐姐是拿什么吃？我要去拿粉笔呀，不可以输给你和我们。那还是我们打个比赛吧。说了，不要说了，到时候又哭了。来，先。